主料，一斤肉500克，辅料，油，盐，白糖，白醋，橙汁，胡萝卜，葱，姜，橙汁，淀粉，面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肉切成肉片，至少要5毫米厚，用盐腌一下，用淀粉给肉上一层浮，里面可以倒一点油，以免炸的时候溅油。油入锅炸几分钟，定型之后盛出，盛出之后把油晾一下，再进锅炸一分钟，盛出，再进锅炸一分钟，把过了三遍油的盛出来，挤一点橙汁，切点葱丝和胡萝卜丝，在橙汁的碗里调好糖醋汁，4勺糖，2勺番茄酱，2勺白醋，把胡萝卜葱丝放进去，糖醋汁放到锅里炒一下，肉放进去翻炒一下盛出。烹饪技巧，一直接放淀粉的肉粒比较难，可以下调好糊再放肉，二看火候炸两遍也行，别炸糊了。三最后一步一定要快，翻炒一下一定要马上盛出，否则就不脆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